这支影片是重制版影片，原影片可能因为字型而侵权，所以我将原影片下架。内容上和原影片除了字体是用思源宋体的差异外，内容可能因为我的资料有些遗失而有相当差异。那我们就进影片。说到田宫的金具，关键就在材质上了。和车之东的金具材质主要以铜为主，而四兽那一类主要以合金为主。和车之中的铜制金具优点在于耐久赛时，导电度相对四兽合金下降的不会那么多。合金材质的金具优点在于放了相对长的时间时，比较不容易生锈。那我们就下集见。